2009年8月8号那个夜晚让人惊心动魄，一觉醒来家破人亡。当时被抢救出来的村民描述土石流倾泻而下的情景心有余悸。2009年8月8号，那是我身为原始记者最沉重的一天。大地在哭泣，我们的心也在哭泣。看着族人失去土地与家园，那一刻，我终于了解身为原始记者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。老逛，我们来比赛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我赢了。小轩，你犯规了。我根本都没有犯规，应该是你吧？好，重新啊，重新啊，重新，重新。这里是我的家，有蓝色的天空，有大大的树，还有我最爱吃的吉拿乌。好累啊！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要当什么？空军吧，啊你呢？不知道呢。安嘛？阿哥怎么这样嘛？那有给？干嘛就阿妈在那姑爷一个要搞把种大难忙忙啊？所以我们的眼睛很好喽，看得到其他的东西。嘛，你们那打那我话看你们在嘛？看他们那把种大嘛？嘛，个个都啊，拉瓦阿做嘛个卡里斯，伊做个咪吉么都看的那做嘛个拉米，阿做你婆婆啊，吉那乌拉那嘛个。小山羊那呀，阿是乌山。乌，阿那小山羊。侬夸张了，说侬根本两个说他小山羊。小山羊。哎，这些人眼睛还是很不好。山上的风依旧很香，但美丽的部落。我要暂时跟你说再见了。今天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参加培训学习，因为只有离开家，我才能让别人好好看见你的美丽。圆明台筹备处应该很大吧？我想我一定能在这里好好的大展身手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偏山区一点吗？你们的分布也还好啦。Vu， 你好吗？我在台北很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。这里有很多的朋友，虽然大家都来自不同的部落，说的母语也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感情很好。媒体工作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但为了把部落的好告诉大家，我会更加努力的。1994年7月1号，在全台原住民族的引颈期盼之下，在台湾亚洲第一个专属于原住民族的电视台终于顺利开播。
管是节目还是新闻，原住民族电视台的全体员工，从最远的部落、最顶的高山到最深的海洋，走遍全台为族人服务，制播最贴近族人需求的节目，提供第一手的新闻资讯，记录部落最真实的文化历史。哇，太漂亮了吧！超美的。这真的是我们上班的地方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太高级了吧，那个灯从部落没有。你在看什么？村长，你怎么在这边？你走错地方了吧？老人家不能来圆明台啊，我来当助理主播的呢。当主播？主播？赶着去录影了。村长，村长，村长也能当主播？不知道。导师，导师，你们那个自治啊，怎么讲啊？我们本来就没有自治这个话啊。那你怎么解释？像我的话，可能解释的，就是自己的管理自己啊。老人家也没接电话啊，我待会就要上去，我怎么办啦？我会讲，最近可以讲啊。不要紧张哦。老师 OK 吗？嗯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先上这个，然后我们再上下一个哦。OK 哈，好，那我们不要再紧张了 ，OK 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录影哦 ，OK 了吗？来，我们老师准备哦，不要紧张哈 ，OK 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不弄阿萨利刚刚爱好就海酸了，哥哥。老师。就是大家都把梦想投入在倾听族人的心声上，我们一路上也一起见证了许多原住民族的历史时刻。很晚了，我还在工作，媒体工作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想到能为部落做事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用尽了全力，大家牺牲时间、睡眠，从年轻努力到现在，为的就是希望做出族人会感动的节目。竹林的宝物是什么？那个宝物，阿赞努巴祖祖南土祖，阿玛盖纳朗啊，阿个玛卡吉努干，阿赞玛卡西卓卓耶那尼亚尤吉，阿尼亚斯纳斯奈，阿卓加皮内沃南土祖啊，阿加拉巴兰，加拉南瓦卡那尼亚西托巴贝加努姆那苏扎扬。宝物，你要骗我了！努姆卡扎苏呢？格姆扎阿苏。亲爱的福福，我长大了，这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呢。你放心，我有很好的眼睛，一定会好好记录下来的。